那我在1997年投入永续发展这个领域，那么也包括社会创新啊，到现在已经有23年了。我向来是觉得社会创新呢，是运用与众不同的方法，让更多的人可以参与，然后呢，结合了知识、科技或者是特别的专业，来共同解决环境跟社会的问题。KPMG 的角色就是每天都会从东方出现的太阳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在全球超过150个国家有专业的服务，希望对于社会创新的组织能够给予他们所需要的这个照明，给他们所需要的指引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希望。我想新冠疫情已经充分证明给大家看，天底下没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很真切地体认到不永续的4个字，歹活不得好死，死路一条。所以未来10年，我觉得社会创新应该是带给我们好活，得以善终，人人有希望。今年的社创高峰会是亚太地区最大的社创论坛，全部超过35位的国际专家一起共享盛举，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活动，一定要来哦，不来我们就去看你哦。9月21到9月25，想想亚洲社创高峰会，我在现场等你哦。